咁都幾勵志嘅呢一句。飛機會旋轉。呢個係風箏，風箏會旋轉。係啊，飛機會旋轉。飛機會旋轉。好恐怖啊！個飛機會旋轉。我而家係空難冇錯。飛機嚇死成啊！So sweet we see. 、So sweet, 我聽到跟住 we we see. 哎呀 ，Stanley， 笑我死。欢迎大家收看爆谷学院，我是今日的不是主持人，我是今日的老师 Ivan， 大家好吓。问下在座同学仔先，有没有听过近十年的广东歌啊？有。诶，有人有，有人冇啊？不如就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嗨，我叫阿 Moon 啊，靠你啦，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 啊。好，到呢组。Hello， 我是珠宝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Amber。我哋玩法点咧？咁啊，每组咧阵间咧派一个代表出嚟，咁啊猜包战揼，咁啊抽题目。我哋咧会有十题必答题嘅每组啊。其中一组答完十题之后咧，就到下一组答另外嗰十题，咁啊再计分。呢个系第一回合，第二 part 系抢答嘅回合，咁大家就要攞多啲分啦。每组一个代表猜包战揼先啦。我哋去猜，你好，好嗱，我哋有 A 款同 B 款，你想揀边个先咧 ？A 啊 ，A 啊 ，A 组即系阿 Moon 同埋 Ellie 咧，系问先嘅。好啦，第一题啦，请读出啦，或者你中意嘅唱出啦。林奕康《高山低谷》副歌第一句。等先，你等下先。高山低谷啊！高山低谷，高山。唔系我听过啊，高山低谷。前一句有冇啊？你考我定乜嘢？蔡依熙。唉，死紧咯！你快乐过生活 ，OK， 好，命运生存，耶！系攞奖分先。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第二题 ，DJ 哪里只得我共你 ？OK，OK，OK。个 MV 大部分嘅场景喺边一区拍嘅咧？观塘。快而准。第三题啦 ，Serini 成名作《油尖黄金毛拎》里边。金毛拎个旧爱叫咩名咧？等先，回忆下首歌先。唔知啊，求其讲一个啦。金仔啦，金仔啊，金仔啦就。着到金仔啊。系。明仔。明仔。系啊。今次咧就问 Juno 麦浚龙吓。OK。嗱，麦浚龙咧早几年咧就出咗一套 CD 叫 The Album， 麦浚龙嘅角色叫咩名咧？俊露提埋呢个姓氏嘅，好啊好啊。其中一任特首系呢一个姓嘅，梁伟、梁心、喂呀。O K 喎，讲到尾。呢个系冷笑话，系冷笑话。算系冷笑话。正确答案系董洁。2016年到叱咤颁奖礼，郑欣宜咧系凭住《女神》呢首歌咧系攞咗十大第三位嘅，《识女神》呢首歌啦，嗬。嗯。佢當時咧係帶咗一樣嘢上台去領獎嘅，嗰樣係咩咧？嗱，可以俾你，可以俾你。好好好啊。好 ，A 張學友送俾佢嘅錄音帶。B 許廷鏗送俾佢嘅紅玫瑰。C 鄭少秋送俾佢嘅毛公仔。定係 D 肥姐生前戴過嘅眼鏡。哇，其實好出啦。D 咯 ，D。肥姐生前戴過眼鏡。係咪？係啱嘅。咁下一題啦，第六題，叱咤史上。以最少的派台作品就攞到呢個我最喜愛男歌手呢、這個紀錄保持者咧，係2018年古天樂去攞嘅。咁佢當年咧有幾多少首嘅派台作品就可以攞到呢個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咧？普通嘅人係幾多首嘅？正常歌手啦，一年可能會有最少三首啦，至到五六首嘅派台歌啦，可能年頭、年中、年尾。一或者二咯，二咯，二啊咁。正確答案係。半首嚇，點解會有半首嘅？佢同謝安琪合唱嘅《一個男人一個女人和浴室》第七題。斯洛沙咧喺2017年咧宣布咧佢暫時會休團，各人發展啦。咁最後咧佢哋喺邊一年重組出咗新歌咧？我嗰啲係2019咯，19啦，19啦。答案係錯嘅，係今年2021年。第八條。姜涛蒙着嘴说爱你 ，OK， 识啦，识识识。官方 MV， 截至现时为止，
点击率大约是几多呢？400万、600万定系800万呢？800万。是正確的。第九題，陳奕迅有首歌叫《任我行》，哪一種魚橫渡大海會跌？好嘢！最後一題，2020年啊，全港第一支五台冠軍歌，呢首歌是咩咧？唔識啊！慢慢有時啦。Amber 講個正確答案出嚟。莫文蔚嘅《花有海》。好，總結成績，咁咧而家係做呢個咧，係啱嘅，係一合格嘅十題答案中五題啊！而家就到你哋啦噃 ，Amber 同阿朱寶露準備好未咧？準備好。第一題，請唱出鄭秀文《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副歌第一句。想要副歌之前。哒哒哒哒哒哒哒。3、2、1，要答啦。我唔識喎。開估啦！兒童有著，兒童畏懼。兒童畏懼。兒童有著，兒童畏懼。第二題，以下邊一首是陳奕迅的歌啊？一面之緣，一絲不掛，一刀兩斷，定是一言為定呢？Oh, 我哋覺得係一絲不掛。好，是啱的。好，都攞到一分啦。OK。好，都是 MV 題啦。張敬軒。哇。張敬軒有首 MV《百年樹木》。大部分場景是邊個交通工具度拍的咧？我知車。啱啦。2015年到77頒獎禮，吳業坤坤哥是攞了生力軍金獎的。當時發生了什麼事令到佢成為報紙第一的頭條呢？啱。第五題，同樣都是2015年啊。哪一首歌一推出咧，係引嚟全城的瘋傳 ？YouTube 一日之內即刻有200000的點擊。當年年尾仲登上 Google 香港十大熱爆榜現首尋字咧。啲男定女唱？合唱。個合唱係有幾多個人？兩個，一男一女。我麥浚龍同埋謝安琪。下一題 JW 矛盾一生，作曲人是哪一位男歌手？是不是林奕翰？信自己啊！我信自己。是錯的。我覺得是林家謙。正確。第七題，陳磊啊，今年有首歌叫做《屈機》，靈感是來自哪一個遊戲呢？靈感是來自《安坑》、《Mario Kart》、《動心》定是《Call of Duty》呢？我不知道喎，《安坑》是《Mario Kart》啊。第八題都是 MV 題 ，Dear Jane 銀河修理員 MV 大部分場景在哪一區拍攝？我想問是哪個區的？港島。去蘭桂坊啊？答案是西環。Mira Nathan 副歌第一句有幾多個辣字？六最後一題，香港樂壇出現了第一首五台的雙冠軍歌曲，這一首歌是叫什麼名字呢？我想問你是不是講緊旅行的？咁問嘅喂，東京人壽是正確的。咁啊 ，Amber 同埋珠寶呢度咧就係暫時攞到6分嘅。大家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下一個環節就搶答題啦。問咗條問題啦，有五題問題，搶答題是普通的文字題。咁之後咧，另外之後五題咧就特別啲係聽歌題啊嚇。搶答啦，咁如果搶答答啱有一分啦，答錯係冇分，而對面係可以補答嘅，就咁簡單。明唔明？明。好啦，咁啊第一題先啦，唔該唱出黃淑曼《差一點我們會飛》副歌第一句。可唔可以唱上一句啊？向大世界出去。我想問下有冇多啲貼士啊？我提了一個貼士，再舉手報答好冇？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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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兩個字啫，仍然，十一個字。仍然相信那裏這裏會有。我當你哋錯噶啦，正確答案係仍然要相信這裏會有想像。第二題咧就唔該快啲舉手啦，請數出 Mira 12個成員嘅名稱。M 細哥啦，姜圖啦。Anson Cole 啦，Ian Eden，Hi 噶，阿
跳舞嘅小姐。跳 locking 嗰個啊？咩名啊？咩名啊 ？Lockman，Lockman 係啊 ，Lockman，Jeffrey。邊度個 Jeffrey 啊？係嘅，係嘅。哇！死啦！我而家好急尿啊，大佬。三二一，好，隔離補答啦。邊個啊 ？Jeremy 啦 ，Jer 啦，姜圖啦 ，Eden 啦 ，Ian 啦 ，Tiger 啦 ，Frankie 啦 ，Anson Kong，Elton。Lockman 有邊個咧？Anson Law 你冇數啊？係咪 ？Anson Law 有冇數啊？有冇數 Anson Law 咩？有，我好似冇數 Anson Law 喎。我冇數 Anson Law， 我肯定冇數 Anson Law。我依家剩一個。你爭一個啦，俾你數埋嗰個。三二一，我估唔到呢個題目竟然係冇人攞到分㗎。哎呀 ，Stanley， 多謝。Dear Jane， 到此為止 MV。曾經在街邊出現哪一個女歌手的硬照廣告是一個彩蛋來的呢？舉手，是你知啊？對了，是的，其實就是 DJ 到此為止 MV 出現原唱連詩雅的2020年度叱咤頒獎禮，阿 Jer 是拿了叱咤樂壇新力軍金獎的，當時台下發生了什麼事成為第二天的報紙頭條？ 是不是關於 Mira 事的？關於 Mira 事的我真的不懂啊。答案是 AK 華被懷疑是黑面啊。我真的不知道。2012年2月 ,Wyman 黃偉文在紅館舉行了一年六場的 Concert YY 填詞作品展，試舉出其中五個。我們說什麼？有。舉手。陳凱琪。有。陳奕迅。有。容祖兒。有。Twins 是有的。楊千嬅。有的。我們進入這個環節就是聽歌題，是調轉了的整首歌，究竟你猜不猜得回它原本是哪首歌呢？第一題聽到了，我覺得那我那有多年的時候我的安全的遊戲。是，可不可以播多次啊？好啊，是一人知己，是對的。好厲害啊！又加分給你們先。我死了。第二題都是一夜對我一份夜我的沙碎夜。是主播，是不是呼吸有害？是錯的。方浩文，俾埋你啊！你估到歌手啦？方文咩歌？你試下唱嗰首歌出嚟。我俾你唱埋，我就真係俾分你。三二一，好，唔識啦嚇。只要相信夢定能飛，高與低。得越失，即使無法躲避。換一分啦！耶！好，下一題啊，聽歌，大家聽歌。撞直都係，係啱㗎。第四題啦嚇。即係輸咗係冇懲罰，贏咗就有獎嘅。Okay. Yeah, 係月餅。皇馬戲團。係
四喜月餅我自己好中意嘅品牌啊嚇。咁當然啦，我原本以為咧即係輸咗就冇啦。咁啊，不如咁啦，呢個中秋佳節人人有份，不過你適合添姐姐。好，恭喜曬，中秋節快樂嚇！四喜月。好，仲有呢度咯噃，頒獎。希望大家咧共度呢個嘅中秋佳節啦嚇，咪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啦！中秋節快樂！我哋轉頭先食月餅啦，係。咧即係今次玩完呢個遊戲之後咧，就學多啲關於廣東歌嘅事啦。亦都就係中意我哋嘅頻道嘅朋友，要點啊 ？Like、Share、Subscribe、開埋我哋嘅鈴鐺。系啦，咁最紧要支持我哋爆谷台，之余支持广东歌，咁啊支持我哋爆谷台咧，将来咧就会更加多唔同嘅游戏啦、问答环节啦，俾大家一齐玩、一齐学嘅。咁我哋下集再见，落堂，拜拜。拜拜。